大家好，早。咱头先啊听秘书长来讲了，有一个了解哦。台湾民政府是啥物？搁复习一下，头先讲的，毋通随讲随袂记。台湾民政府，我搁重述一摆吼，重述一次嘛。台湾民政府就是依照战争法，由占领地台湾人所组成的叫做台湾民政府，吼，伊专名叫做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，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，吼，你遐写起来，吼，迄，爱安尼讲台湾国政府无？袂用。台湾自治政府哦，袂，因为是叫战争化，战争化就是军事政府相对啦，民政府，吼，这是战争化迄个架构内底，吼，占领军占领啊，用武力，吼，他用武力征服 conquer， 对，征服战败国，哦，他另外啦，天啦，军事政府占领，吼，他必须定要搞起来，就税务哦。正牌是毋是就爱互占领？吼，所以占领时阵，咱先想一下，美国咧占领台湾的时阵，美国人讲的语言，甲台湾当时咧讲啥物话？我喊伊哦，阿你阿多，我甲你妈是毋是讲这爱会通无？未通，未通的时阵会产生啥？会产生误会甲冲突无？会啊，啊是毋是正常是应该啦？伊爱。找占领地面顶的人民，伊信任的组成一个民政府，配合军事政府的占领，来呐对占领地呐实行呐管理。这是战争化内底的流程，像伊拉克，伊拉克咱知影吼，海山是毋是去救落来？伊拉克的人是毋讲伊拉克的英国的语言，甲美国人讲的语言会通无？未通，啊，生活习惯同款无，文化同款无，无同。啊，咱想看卖啊，美国人去伊拉克迄个所在，啊，讲直接美国人啊管伊拉克的人，会产生问题无？会啊，对无？所以战争话内底是一个足完整的一个论法，就是讲，占领军你要占领的时阵，你就爱透过照战争话流程。由这个占领地、向占领的人民，吼、哦，组成一个民政府，配合军事政府来呐做管理，吼、哦，安尼才呐保持和平，吼、哦，才袂讲，我搁一下呐，连你搁游击队搁出来，搁开始坐，吼、哦，才袂产生这个问题，吼、哦，这战争话足重要的一点，其中一个部分，军事政府伊相关的单位然后呐。授权吼，民事政府管理占领地内底民事，但是军事甲外交啥物负责？军事政府的代表国美国，吼、哦，有了解哦，足简单的道理吼、哦。啊，台湾民政府的全名我搁讲一摆：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，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啊。那管理台湾列岛这个军政府是谁？台湾列岛。美国军政府，哦，迄以前影片，台湾偶像有啊 ，USMG 后壁人 TW， 就是代表占领台湾地区的军事政府，美国军事政府有没有存在？有诶，军事政府叫一个美国的五角大厦，有听过？哎呀，伊个指挥官是啥？美国总统，我爱知影，知道吼？啊，想谁兼美国总统？美国的副总统。因为美国副总统他还代表有国会，他关键票就是美国的副总统。譬如说参议院跟众议院两个票数都一样的时候，副总统他可以投一票关键性。好，所以副总统他多还是总统他多？对美国来讲，副总统的权力比较大。但是美国呢？美国的总统伊代表啊国家的法人。那有听过财团法人？有没有听过财团法人？财团法人就是讲，这团体内底一个代表。那美国的国家法人是啥？美国总统。啊，日本的国家法人是啥？
安倍吗？哎，对，那东京公对吼，日本的国家法人对上日本天皇，所以讲咱台湾民政府的主张跟立场，我等下变讲大家看吼，你也会记哦，国家法人的观念爱清楚哦，我们是讲咧天皇跟美国总统应该差不多，啊，所以天皇是人民算出来是吗？不是哦。日本天皇他是君主，就是讲伊个国家是二元制，因为天皇伊国家就是讲主，伊即马是125代啊，哦，即马叫啥？平成天皇，伊头一代啦，神武天皇，一直传承，代代相传。所以咱有咧上课之前就有按照日本国歌，哦，迄条歌啦，君之大有，君之大。就是讲代代相传的天皇，哦，神武天皇一直传传传，吼传，明治天皇、大正天皇、昭和天皇等等，今嘛系平成天皇，伊就按年份啦，平成，今年归年28年，哦，所以大家你爱对天皇有淡薄了解，吼，啊，咱对天皇了解，你会咧上关怀，哦，甚至咱透过各种的方式关心一下咱保有所有权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，美国总统有责任循万国公法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哦，这当民政府主张发立场，大家爱记，咱无论伫外口，包括咱看到新闻的事件，包括咱咧甲人咧交流讲，咧讨论讲国际法律的时阵，台湾法律的时阵，吼。在讨论什么叫做法理台湾，就是咱爱有一个透彻的一个观念，主张甲立场一定爱足清楚的甲记起来。哦，咱立场这四点我等下给大家看，千万一定爱记得，唔通冲动。哦，咱上过第一节课台湾史节嘛，我相信大三讲师有甲大家讲吼，咱人爱注意这条头壳，因为咱人类会当近代化。原因就是我们有头脑，我们会理性思考，不要把自己的头剁下来交给别人，然后用心脏在生活。人家只要讲感，用感情在讲的时候，心中也扑扑跳，头壳无去啊嘛，啊就乌白冲动，乌白做代志，是不是啊？做出无合理的行动出来，所以这是咱爱注意的。咱过去台湾是安尼一个错误的行。行过来，但是啥，咱爱心，咱透过了解法律了，改变咱的生活的态度、甲方式、甲思考模式，咱爱照法律。哦，像讲咱咧路的开车、行路同款，红灯、黄灯、甲青灯，这代表啥？授权、授权。大家有发现无？红绿灯为什么高高在上面？红灯、黄灯、绿灯，为虾米？授权者就是在上面授权，红灯你就是要搞起来，宽你受宽吼，另外一个方面可以通过。啊，咱若越权，红灯甲冲落过，会发生什么状况？是不是会车祸？代志就发生啊！啊，三爱受处罚，越权就是红灯你冲出去，你也是即个原因，无受宽的代志唔通做，所以闯红灯。有没有错？错。那你行路的，行斑马线，那个红灯小红人亮着，你安尼甲行过，有没有越权？斑马线，那个红灯也倒起来，代表啥？请你动，因为这段时间唔是你会当行斑马线。骑脚踏车同款，不管你用什么高交通工具，用脚、用脚踏车、用任何交通工具，你经过斑马线，只要它小红人亮起来，代表它没有授权你通过马路，你必须爱叫守宽这样意志，你必须爱遵守，安尼才会呐愉快。守宽的观念当然会变，没有授权的事情不要做，没有授权的东西不要拿。习惯，你看，比如讲，物件下伫遐，土啊，笔下伫遐，我看看的
造王，对吧？犯罪的起案，就是从授权很简单的观点，没有授权你的事情，你都要去做，就代表你已经损害整个秩序、隶属了。哦，秩序就表扬，像德国，那日本现在就进步现代化，因为因为这个授权的观念，伊在授权范围内底啊，尽家己的力量去完成真侪代志，所以拢进步。啊，你讲偷食布的、偷工减料会发生代志无？大家记得桃园的机场六月初一发生什么状况？淹水，什么原因？人为因素。啊，伊咧起啊的什么排水系统叫起刚来哦，因为拢黑道的围标。我昨有看，我看一下一寡资料，真济黑道复制拢伫内底。啊，咱想看卖哦。日本时代，咱足侪听，侪侪大家当中拢听过咱阿阿哥，甚至是年纪较大个家己爸爸，甚至阿祖，拢会讲个呾。我足怀念以前日本时代，我发现日本时代留落个建筑，包括呾排水系统，咱所知个江南大郡，佮桃园个大郡，你看即摆是毋是排水拢足正常？对无？八田雨衣，八田雨衣不是加江南大郡的桃园大郡的我有参悟哦，哦，这大主要大家看哦，但要前面大家做说明，大家爱记嘞。咱来上初级班有两个重点，第一，占领不移转主权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；第二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。哦，这观念吼，你也先记起来哦。哦，这种重点哦，台湾民政府专名叫啥？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，台湾列岛美国民政府。哦，伊的主管单位是啥？台湾列岛美国军政府。哦，这比较东西咧，琉球，琉球还有啥？琉球列岛美国民政府，琉球啊。哦，对，第二组说啊，这完了。尤其个所在，我足侪民政府，其中全部统合起来呐，琉球民政府。好，所以大家要一个基本观念吼。好，要安怎证明你是台湾人？来，有摕一张个请下手，我嘛有啊。来，看清楚哦，问题有来啊，面顶上啊。国民的，啊有去投票，台湾投票，以前一起有去投票。伊的公民教育、公民与道德有一节课，因的课啦吼，因的学校的教育真尴尬。公民有参政投票的权利，啊足奇怪啊，问题来啊，国民的，世界安怎讲？因台湾人头壳拢怪怪，明明是国民，结果去。做公民的代志，啊，就拢无听话啊，没有授权啊，没有授权你去做投票的动作，你拿着国民身份证去参加投票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，好、哦，行不行？问题是啊，我们如果拿这一张的话，各位在座的同学，恁拢是叫陈小李，爱知吼？咱会当咱即摆目前有摕到的，叫做类似像一张的。因为面顶的相片，人名、甲生日、甲父母的名、甲地址，唔是一个，只能说我们拿到类似这个类似的哦，这张相片有偏做记号无？这空起来这部分，我这样说的人会该讲这是流水编号，其实这是一个识别嘛。一看头前几月，甲一看一届，就会知哦，你是中国人。啊，是票占领的台湾人，这土地有中人，哦，有我看啊，足侪有问过啊吼，啊，有人讲，这土地面顶有两种人正常啊，查甫人甲查某人，其实搁较侵占的啦，因为咱是票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还未完成战争的阶段，所以这片土地有两种人，占领者甲被占领者。占领者跟被占领者两种，
哦，在中学这个，恁这俩在第一节课台湾史解码，大三跟讲师甲咱讲的，台湾这片土地上有两种人，占领者跟被占领者。咱三天两暝了后是困两暝去啊，头壳会袂记哦，一定渐渐会袂记去，而且咱也无做笔记啊，小个记起来，足容易的啊，放袂记去。哦，所以这足重要的讲，咱会知影。来复习，吼、哦，好，过来。咱咧飞行机咧飞的时阵，是足侪路线的，路线咧飞，这是毋拢讲好啊？国际航线，伊这呐有飞航区，搁呐禁航区。飞机咧飞，伊的禁航区会用甲飞入去无？会啊，比如伊斯兰多啊，吼、哦、ISIS 的伊斯兰。哦，伊斯兰国因个战争个所在，飞行机甲飞过，有个代志哦，连连向弹落，迄叫禁航区。军事政府占领有一个上重要观念，像台湾，哦，台湾无伫遮无要紧吼。台湾即个土地面顶，军事政府是对一个，将来军事政府将来美国，所以任何国家，比如伊个船飞行机要过，爱定啊经过美国个同意。这叫做军事占领。有人讲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，咱无看到美军在路会行，看得到，看不到，但不代表都是真假，不一定哦。因为美国军队，伊只要两点钟内有法度家己的军队开入来台湾，安尼就是军事政府占领。伊无一定爱伫台湾，或签军号，互你看到。哦，所以美国军事占领有没有一定要穿美军军服在路上让你看到？不一定啊。哦 ，OK。来，台湾民政府主张甲立场吼，来咱做伙念一遍好。哦，来，念台语啊，还是要念华语？拢会使吼。来，咱做伙念吼。台湾民政府的主张，来一。依据国际法律，予台湾国际地位正常化，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美国总统握有台湾占领权，美国总统有责任遵万国公法，实现台湾地位正常化。爱记了，吼、哦。第一，遵守国际法，包含万国公法、国际战争法、旧金山和平条约。台湾民政府的立场。哦，咱头秘书长啦，大家讲的，爱记的，哦，咱爱理性，做一个法律的台湾人，咱爱怎啊？有一个近代化、进化的人的标准，哦，我们是有头脑的哦，哦，不使用暴力或武力，哦，不使用武力或武力，促使各种方法使流亡中华民国结束在台湾占领，哦，第二。对中国市民健全流亡中华民国政府推动事务不合作也不配合。为什么？因为台湾政府敢有登记伫中华民国内底？没有。因是占领者，咱是被占领者。伫战争化内底，咱无必要去向伊登记。安有了解？有没有了解？相对的。所有登记的中华民国所有的组织、团体、政党，是不是都考量中华民国？是不是？以所有组织条例章程，都要考量中华民国的宪法。所以，中华民国宪法会管到民主进步党无？会管到台联盟，会管到台独联盟，通通都有。那这样有没有听懂？哦，所以台独联盟也好，哦，台湾团结联盟也好，民主进步党也好，伊的抬头缅甸就是中华民国民主进步党，中华民国台湾团结联盟，中华民国台湾独立联盟。哦，我们当讲诶。拢有去台湾啊，所以面顶有台湾就代表台湾。No， 因拢效忠流亡的中华民国，流亡的中华民国。哦 ，OK。
咱的历史的脚趾啊吼，较长啊，哦，所以咱一定爱去复习吼。1895年4月17日，马关条约，哦，过来啊，1895年5月1日，5月29日，日军登陆台湾，安尼连续落来吼，建立完整主权。1895、1915这个时间吼，台湾主权征服的时间。这慢慢的，这历史的整个流程，大概要解初步的观念哈。啊，来看咧面顶护照，因为护照会个大壮，护照可不可以上面自己贴贴纸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吗？这足趣味的呢，那会用个大贴纸，安尼。啊，平常时吼，遐证书吼，咱就是摕一挂国际证照，明明我摕啊，面顶写我的名，啊，我着打写伫拍一张电脑纸，比如我叫张三，哦，李氏没有证照，我贴个李氏的贴纸贴在我的证照上面，然后借给李氏用，这样没有问题，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哦，赶快啊，因为这就是。中华民国，伊就是流亡政府，所以摕一本绿色的难民的护照，哦，所以伊面顶大单符号无效，一定要贴起，因为内底伊的文字护照内底有 Republic of China， 哦，你大贴纸没有用，哦，唔通冲动，而且就是用很冲动的方式去冲撞国际共识，哦，因为。中华民国一的是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，它是不存在的。一个中国是对这个国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台湾关系法内底一保障以上 ，People on Taiwan， People on Taiwan 就是住伫台湾这片土地面顶的人，哦，人人做伙哦，哦，不都当人干啥，占领兼流亡的。人民，就是中国人，好吧，包括其他国家，拢人人做为 people of Taiwan， 但是万国国法，伊正当保障的呐 ，people of Taiwan， 本土的人，那原来从军事政府占领，我们是被占领者，咱受的呐万国国法的保障，哦，意思代战战后吼，日本的人干呐，后代的子孙，哦，来，你有申请？台湾民政府的这片身份证，请举手。拢有了吼，咱有去申请没有？知影，请咱去户政事务所去申请啦。日治藤本，对，建联公即1945年的9月2号以前，哦，9月2日，9月2日相信就是日本签订投降书的那一天。日本帝国签投降书，刚好是1945年9月2日。9月2日签订了哦，就开始啦，陆陆续续往法兰克地方，伊来占领地，日本帝国所有领主的啦，往后诶，战胜国就把马兰拢入来啊。哦，你新台湾内底你头前遐，哇，很精彩，有很多国外的文献，也包括啦，对这个时间点，大量的中国人开始入来啊。所以入来时阵会产生啥？身份法律的身份混淆的问题。像是正港代表你正港是台湾人，所以为什么要申请日式成本？就是保障保障你才是正港的这片土地，叫占领的台湾，不是为外口叫别，还是家己来的，住伫台湾的人，无搞。台湾人有两种，正港属于土地土生土长的本土人，干哪？对外口来，住伫台湾这片土地里面的人，所以这两个方面咱分清楚。哦，马关条约，马关条约重要的内容咱学复习一下吼。马关条约就是啥？皇帝对皇帝，哦，皇帝对皇帝的条约，对。大清帝国大皇帝比较啊，大日本帝国大皇帝比较的，皇帝对皇帝所签订的合约。啊，咱有看到吼，大清帝国的皇帝叫啥？
伊对台湾甲澎湖港租赁列岛的主权交上，伊分摕吼，但是足趣味的吼，台湾全岛拢是清帝国的嘛，都是清朝的嘛。想看嘛，咱前几节课，咱上过课，江苏国的内容。清朝的时阵，伫台湾是毋是全岛拢是清朝的？毋是嘛？是毋是？中央山脉西部六个屯垦区，哦，咱历史的轨迹有上过啦吼。不搞啊，头前黄金彩虹讲师，包括头前坐坐足侪东西，大家江苏咧讲的吼，大家小复习一下吼。马关条约，天皇由台湾这片土地完整的主权。像建立了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建立完整的主权。伊的优点吼，大家搁该稍复习下。1895年马关条约，日本天皇拥有台湾，因为台湾当时拄啊摕到的正港叫做啥殖民地。因为按照万国公法的流程来对，它还没有变成领土，伊敢是属于日本天皇。你现在全多贴的是西部六个屯垦区，所以刚刚前面你话过，有没有像蚕宝宝？有没有？不行啊！哦，这是一个法国人的话哈。大清拥有不完整的台湾领土权，所以讲你那中国人讲，台湾是祖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对吗？唔对，你也要讲，真犀利。所有权证面顶的额头的人，由清帝国皇帝转让，而且啥永久转让啥日本天皇，所以摕到台湾、澎湖，其实台湾有包括三部分：台湾、澎湖跟南海，这三个部分统称叫做台湾。哦，拥有台湾所有权状的是谁？日本天皇。所以每一州的办公室跟郡的。哦，办公室你要来看迄两张图，咱右手边，哦，你咱看面顶啥？左手边这蓝色面顶伊诶，不能伊日属，日属啥？属日本天皇。爱记得哦，讲话当讲一半像食饭，用个食一半薄诶，薄诶无吞哦。爱当讲话哦，袂当，一定要薄薄诶吞落，爱则算巧哦。咱讲话做代志嘛爱特地。日属呐，属日本天皇，一定要加的，唔通讲属日本。属日本啥意思？你也分袂清楚哦，到底是日本政府，还是大日本帝国，还是日本天皇？你也分袂清。你要想清楚哦，日属是什么？属日本天皇。因为咱头有看迄个台湾民众的主张啊立场第一条有讲。谁保有台湾所有权？日本政府吗？对吧？日本天皇，日本天皇保有台湾所有权，保有啊！保有的意思是说，从马关条约，为马关条约开始，到目前为止，甚至中穿插旧金山和平条约，台湾澎湖的主权完整都没有。从任何的国际条约把主权完整啊割出去，吼，那割让完全没有。日本天皇保有台湾的所有权，并不因为二次世界大战战败投降而转让出去给任何国家。所以就这样，第二条 B 款的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。啥意思？美国对啥？日本政府放弃对台湾的啥管辖权？哦，比如咱买一个物件，或者买一台机车，还是车也好。结果你买嘛吼，但是啥？你予人去使用，啊，请人使用者伊是，你授权予伊，伊等于啥？他可以管理这台车，但是他有没有拥有这台车？有没有？哦，所以管辖权跟所有权爱分好清楚哦。哦，像咱比如讲，咱伫遮个水源发电厂的
有人称提供安尼个场地予咱用，但是咱伫遮用代表这土地是毋是咱遮个？是尤先生还是咱个？是东兴个啊？毋是，迄是尤先生个，因为所有权是尤先生，不是我们的。哦，所以感官安尼，咱租厝予人，是只咱共租厝。厝头家租厝予咱，咱住伫厝内底，迄间厝袂讲因为讲哦，我住完过阮囝、过阮孙。然后这栋厝就变咱的名，哦，因为咱家拥有啦管理跟使用权，所有权还是谁？房东的，哦，这要清楚哦。所以讲，这两百度，伊俗的意义，咱知影俗是本体哦。台湾这片土地的主权 ，sovereignty 就是完整的主权。为啥旧金山第二条 B 款写 All Right Title and Crime， 伊拢无加 S 哦。哦，咱咱有听迄刘讲师有大家做说明有无？伊讲啊足实际，而教大家哦，阿公叫哪？哦，爸爸哪叫？我多少？对嘛？甲两家教好无？在这方面，伊嘛甲你向者做说明。咱先想一下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第二条 B 款咧讲啥物内容？你先想一下。好不好？好 ，OK。拥有不完整的台湾领土权，然后呢，1905年到1915年，这开展年时间，征服这边所在上高山，就是人讲迄个山原住民山地同胞，依照人讲山地同胞，这所在与足厉害啊，所以，清帝国就是人讲的讲清朝，伊个阿兵哥伊法度入去无？因为日本伊个力足强个，结果咱有看个赛德克巴莱有无？迄是物？日本个军队去拢加去消耗来方便一下，哇！头六个头前拢毋知，因为高沙因个当时个战力非常厉害，哦啊，伊要发动。征服要征服这所这中央山脉以东的这个区域哈，日本当时日本帝国当时有开一个国的会议，又邀请到美国的代表来甲做请教嘛吼，讲诶这所在到底是不是国家？结果美国的代甲日本帝国的这单方面的人甲讲哦，啊这东部吼伊是部落。哦，你会用个沿用权，当时美国西部托邦，甲迄个啥，西部托邦的模式吼，等于讲你会用武力甲征服，然后呐纳入管辖，印第安人啊，哦，西部托邦就是印第安人，啊伊甲征服，啊所以印第安人变成美国纳入管辖，因为印第安人他的部落不是国家，吼、哦，安在吼。十年哦，开早年哦，征服了，然后呢，日本天皇就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。这方面哦，因为这样没有下文，高沙族没有，好 OK。然后接下来吼、哦，日本天皇依照外国公法，1915年完成台湾主权的建构了后，伫1937年皇民化，什么叫皇民化？皇民化是一件好个代志哦，加伊啥看有日本字，会当讲日本话，伊才有法度呐展开后壁实施大日本帝国个宪法。因为大日本帝国个宪法包括后续遐个法律，拢是用啥物字写？日本啊，啊讲个话咧日本话，所以皇民化个呐是照万国公法流程，对啊，教大家。会晓讲，会晓看，才有法度去遵守国家的法律，吼、哦。然后伫1945年4月初一，昭和天皇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颁布呐诏书，实施大日本帝国宪法，吼、哦。这诏书伫新唐论，吼、哦，新唐论方头前遮吼，来当心照看者。伫后壁吼、哦，你就小可掀一下，吼、哦，伊遮有一个漫画啦，吼、哦。漫画是倒个哩？初步的了解之前，你稍停来看卖啊。看到这，
伊咧教书诶内容，吼，教书诶内容包括伊内底意义，吼，你则甲现看看，甲透彻了解。伊写文言诶，文言文，但是伊意思讲，代表讲咱受皇民化诶台湾人民，吼，伊个皇民已经有那个水准跟秩序，他很高兴，哦，所以什么实施日本帝国的宪法，哦，因大家拢足守法配合，啊，天皇真欢喜哦，无按国家宪法就实施了。那才就是啥，囡仔小孩子，饲饲饲，啊，未去报出事哦，饲饲饲饲大汉，哎，乖啊，安尼无要紧，虽然是弱的，但是我家己去保证事做报。哦，正式变做啥外校生，台湾时就是安，像一个无纸字头、无纸字尾的囡仔、小孩子，穿短裤啊，当作穿蓝衫吧，甲干衣裳，起来堵笑。因为战争，三星足庞大的迄个呐，战争在，伊无物件好治啊，所以啦，挂念土地做堵笑。比赛吼，所以有割让这动作，哦，但是当时《马关条约》伊内底有挂念个啥，辽东半岛，但是辽东半岛是毋是会当挂念？未了了。万国公法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：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不可以割让，新鲜不可分割的领土未当挂念。安怎？知道哦。OK， 用我简单举一个例来讲，咱家己拥有的财产，比如咱的厝有所有权状，登记我的名，啊，我会用把厝卖掉哦，可不可以？可以。但是如果是登记别人的名字，我可不可以卖？可不可以转让？不行。哦，伊无转移头，无转移尾啊。因为这是一个殖民地，殖民地就是像一个没有户籍资料的人，那他必须这个小朋友，他是属于他要找我到底要找谁当我的家长，哦，所以一切方面都是东西的殖民地的立场的情况，领土的不同啊，领土是登记，有抓一头有抓一尾哦，哦，第二个有主人的，啊，可不可以啊？不行，哦，像辽东半岛，辽东半岛是清帝国伊个原来就有的，它本来就是它的主场，因为舟山辽东半岛，清帝国那个在满洲国听过，满洲国的东北，迄全部拢是清帝国的，哦，这大家有些观念就好哈。皇民化讲是1937年的4月1号，大家想讲，哎，四月一号卖拢跟4月1号，因为4月1号以一战。欧美因那啥会计年度就是4月1日，啊，咱叫做啥？你讲中华民国因嘞会计年度是啥？7月1日，有无？4月1日到7月1日，因为4月1日是以前欧洲的会计年度的4月1日的开始，啊，就像日本新日本政府这边的会计年度一样，也是沿用4月1日。啊，法国人为什么在过愚人节？因为因就是咧窝囊，因为有些他法国他进入一个新的会计年度，那有些人搞不清楚状况，还在用他们旧的会计年度，那他们就互相捉弄来捉弄去，愚人节就是这样来的。哦，啊，人啊，咱爱了解，咱爱知讲四月日是正港建兵日期，这不是愚人节的笑话哦。这所以讲，咱讲日本帝国足正式，吼，甲日本帝国迄个实施伫在台湾，吼，来看银票吼，目睭拢会睁较大对，看到钱，吼，咱看吼，当时1945年4月7日，就是行宪诏书颁布之前，也没登记上台湾银行券，但是4月1日行宪诏书了后呢，也没登记上日本银行券，吼，你有发现无？同款拢发现伫台湾诶，哦，抬头都无同，哦，因为这当时这阿伯行宪，所以这缅甸的当然是写台湾银行券，行宪了后，日本银行券，哦，没有看错，哦，
这拢是所使用的。所以台湾1945年血册开始已经是日本台湾领土，这是大日本帝国的领土。我先借问一下，大日本帝国有没有灭亡？还存不存在？不存在，请举手。存在，请举手。不知道，请举手。我来讲吼，迄、那个，大日本帝国吼还存在。为什么？日本天皇存在，大日本帝国就存在。日本天皇存在，大日本帝国存在。安怎？不知道吼。天皇就是日本帝国的代表。哦，那当然先想讲，即卖日本政府，即卖新的日本政府，伊是啥荣誉效代表性的效忠天皇，天皇他不能管理国事，你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的第一条B款，日本天皇对管理国事的这个权力变什么悬置 ，suspend， 更掉下来，也那个管直接管国家大事哦，没有的，全部要交人收拾。全部要交给首相，管理权就是在首相那里，他不能管理国事。但是所有权有没有交出来？没有。台湾也是一样，台湾也是同款。台湾住伫台湾面顶，你纵然你有证明讲你是日治时代的延续下来的子孙，但是你对台湾的土地有没有 sovereignty？ 有没有主权？没有。完整主权就是天皇的。所以台湾人可不可以建立自己的国家？可不可以独立？不行，你要经过日本天皇的同意，安怎好？好，所以这观念不错。但是你我个人，你会当发现，伫媒体伫各种活动内底，拢在倡导一种啥思想，台独思想，伊就是讲，伫流亡中华民国这套宪法制度内底，要用。台湾的名义和中华民国就地合法，这样没有合法，不合法，所以行不通。所以咱也当发现哦，使命有没有？使命，少年20多岁，拼台湾独立，拼到今嘛，年纪就大了，有没有成功？不会成功，因为违法的事情永远就是不会成功。哦，万国公法也讲，包括国际战争法那啥。流亡政府不得就地合法，以各种名义就地合法就是违法，所以大家知道吼 ，OK。这就是啊，我头前在讲的这吼，1922年2月6日，哦，华盛顿海军的条约里面有五大强国，日本帝国、英国、美国、法国跟意大利，在华盛�顿海军条约的第19条里面，哦。这里面有这里面有内容，我们看这里，这个地方 The following territory， 你看这图片上，你看这里重点来了，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， 有没有看到？这是承认台湾澎湖以及周遭的群岛是什么？日本的日本，哦 ，Japan， 啊 ，OK， 哦，这伫官网内底有完整，哦，必须有写论述，内底有看到吼，我甲重点甲框起来，哦，提醒大家当今来看吼，《华盛顿海军条约》第19条相关条文内容跟英文翻译，第19条 ，Japan， 哦，美国、英国，啊。日本同意了哈，也刚好有翻译哈。同意伫厦门提到的各自领土甲属地面顶的释放区域，甲海军军事基地维持本条约签约时的现状。伊内底有就会写着啥？波摩沙跟澎湖列岛，还有什么？太平洋日本委任统治领地，这几样包括着，这重点就伫遮。哦，你内底第19条的第3款已经被作为承认啊，哦是日本的列岛领土，所以台湾叫啥？台湾列岛，有没有？列岛一下，哦，
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的法律主权 sovereignty， 这伊哩爱给，吼、哦。所以咱看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第二条 B 款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rime， 伊奈外写 sovereignty， 代表啥？日本的日本天皇，他底下那个原来那个日本政府，也就要变成啥？新的日本政府，现在日本政府变哪？伊的根本宪法无同款，伊本来是大日本帝国宪法，伊即马日本政府新日本政府伊的根本宪法是哪？是修改原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第四条跟第九条，哦，第四条的话，日本天皇他掌管整个国家大事，第九条宣战权改成啥？防卫权。就是自己保护自己，伊袂用爱主动进行。但是啥，最近咱知影，吼、哦、安倍起来了后，美国也有帮忙，所以讲，互这个促成讲第九条，本来自卫权改成啊防卫权，伊会用啊必要时机啊，就用来整，唔免等人来拍。所以像最近做老爷的嘛，中国跟啊俄罗斯，伫个钓鱼台附近，有无？就像在南海用个家己伫遐起岛无？中国伫遐家己起一个人造岛，好个？袂用啊！迄个南海区域要起岛爱问啥？爱问美国，它是军事占领，主要的军事占领权。伊对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二十三条的 A 款，美国是主要的占领方国。哦，伊用武力征服。日本天皇，所以伊上大啥物件要做啥，你拢爱问过伊的意见。美国会乌白做袂，因为美国伊本身伊就呾按照万国公法去起做呾伊的美国的宪法，伊美国宪法啊呾彻底贯彻实行呾万国公法。哦，所以咱会当发现讲近代化的国家，甚至足进步的国家，伊的宪法拢照过来万国公法。因为我讲嘛，才会当保护家己的国家。哦，因为你若讲用感情去立下遐个法律，无合乎，没有合乎万国公法，会产生啥争议？哦，所以法律的位阶，咱我大家在做简单的介绍吼。法律位阶上高啦，自然法。哦，日头东边起，西边落，水位高落较低，你有法度改变无？海啸要来就来。你有法度动，无怪，自然的力量上大，哦，像上帝安尼，哦，过来啥？依照自然法，公布到全世界，由世界各国共同遵守一个啥？万国公法，万国自然法则啦，万国公法，万国公法都是啥？国际的条约，国际条约是根据万国公法所订立各国共同遵守的条约，像马关条约。像头那这个华盛顿海军条约，这是国际条约，是哦。还有什么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有48个国家，当时有51个。啊，为什么有3个没有签条约？因为印度伊主张甲台湾朋友献给中国，但是并不讨好中国。因后来印度甲中国慢慢拍啥边境战争，为了一寡土地的争争，这几年嘛有啊，也是有零星的冲突。印度有没有讨好中国？伊无签，就这样子了。另外两个，吼、哦，像苏盟、苏联就是不满意，就这样子了。里面以他所分配的内容，所以无签。哦，有跟他邀请，可是他没有签，伊无签。为了啥？中国的代表权。就这样子了，当时签订的，签的记号1951年9月7日。1951年9月8日签订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，什么时候生效？1952年4月28日。所以这两年重要的记载了，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签订日9月8日，那生效日4月28日。处理的问题啦，三位同志们，我跟你讲吼，重点就对啦。终战日是9月8日，请下去，你可以发表了。是4月28日的签下去，那么赞哦！其实重点的终战日正式的是签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那个时间，是谁签？新的日本政府去签。
听有无？在银票啊，殖民地放大大家放钱，而且台湾银行券，有没有？台湾大券我有大家看啊，八田仪看过，本人伫遮。哦，1914年淡江，哦，那个台湾大券，嘉南大券1920年9月，哦，对，台湾大券淡江完两年了后，才开始淡江。1930年4月10日，昭和5年，哦，乌山头大坝跟隧道工程，台日同胞共134位意外疾病殉职。这位，这位列伫殉公碑，伊会像烈士无？忠烈士加中国人叫都入世忠烈士，当然我没有。但同时，咱提醒大家，靖国神社也是可以，伊内底有39100名的台湾人去参加战争，又甲公布伊个靖国神社内底。所以各位大家，咱是本土人，咱正港叫做啥？日本人。